有没有？嗯，我是 OK。我可以试试看能不能让他走吗？因为我通常一开始走要需要更多的能量，所以没有静默才能走。对，没错。彰化县政府为丰富县内学童暑假生活，并落实环境教育向下扎根，特别在暑假办理环保 DIY 创意夏令营、绿能科技 DIY 创意夏令营、食农教育夏令营及减速爱海洋生活夏令营、全县学生环境教育夏令营系列活动。彰化县长王惠美五日前往文祥国小绿能科技 DIY 创意夏令营，与学生进行自制太阳能车飙车趣味竞赛，因遇雨天改成室内以日光灯当动能，刺激有趣。预备开始，为着要让咱的囡仔在暑假期间哦，会使多样学习，而且关怀到咱的这个环境，啊，有更好的这个啊观察力、实作力哦，所以咱在暑假期间有开到四个夏令营哦。啊，最主要就是希望学生透过呢做中学、学中做哈，会使增加伊多元化的这个学习哦。就是觉得很好玩，然后我妈就偷偷帮我报，然后报了就觉得哇塞，怎么有这个活动？未来会想要从事相关的活动，然后就是制作太阳能板，然后研发更多新产品。这边太阳能就是光照到它就会让这边动，然后这个铝箔纸是要让光反射聚集到太阳能板上面，让它开得更快。绿能科技 DIY 创意夏令营课程是让学生动手制作太阳能车与风力发电机，经由制作与观察，让学生对于两大绿能科技能有初步的认识与运用，培养学生对环境的观察力与问题解决能力。公益频道许维珍花坛采访报道。